可算来了，不是说我们这一环最重要吗？你们倒好，来得这么慢。这期间我在附近逛了五圈，喝了七杯酒，还买了几件新衣服呢。对不起，没想到你等了这么久。只是想让你们良心疼痛，从而端正态度。毕竟接下来的事最为重要，你却来得这么慢。瞧你那认真的表情，都不舍得为难你了。哎，等得我胳膊都僵了。走吧，动起来，尽快把事情办妥。不过要从哪里开始呢？记得吗？我们的工作是确定愚人众执行官博士的状态，排除风险，确保他不会妨碍我们营救小吉祥草王。对付掌控整个须弥的教令院已经很费劲了，如果博士都来搅局，完成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真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呀、博士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难对付呢。是啊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教令院里趾高气扬、耀武扬威的老学究，我可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。按照计划，我们要去禅纳园找寻灵官提纳里。凭借艾尔海森和塞诺的信息渠道，我们能够确定提纳里目前仍受到教令院信任，所以你要去找提纳里，说服他为我们弄来博士的最新情报，再根据信息调整后续行动步骤。目前墙内到处都是贤者的眼线，我会作为保镖跟随你一起行动。感到荣幸吧？我可不是随便能请得到的保镖哦。不是说佣兵只认钱吗？说是这么说，我也要挑选工作的，跟你们嘛，打个折好了。要多少钱呀？我们付得起吗？报酬？要不你对我笑一个，就当是报酬了。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怎么见你露出开心的表情，我觉得你这样的人笑起来应该很可爱才对。叫一个吧，这样我也好放心。不错，但愿这个笑脸能成为我们的护身符。笑有很多种形式，能保佑人的却只有因喜悦和幸福展露出的笑。现在的笑，就当是预知未来的胜利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禅纳园。去吧。提纳里，旅行者派蒙，还有这位，你好啊。这位是我们的朋友迪西亚，是个佣兵。带着佣兵来找我，感觉会是件大事呢。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帮我们哦。那跟我来。这里好些，不会有人经过。说吧，
是多重要的事。博士，是那个戴着面具一看就很奇怪的愚人众执行官，我记得是蓝色头发。我知道他，很巧他不久前刚离开查纳园。这么巧？对，他来找我。方便问问是什么事吗？我知道这么说有点突然，但你的回答非常重要。目前我们能透露的只有你的朋友赛诺也在跟我们一起行动。赛诺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他才不在教令院吗？好，我可以回答你们的提问，也会提供一定帮助。你们不需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哦，原来赛诺的名字这么管用，你也不怕我们骗你？这种玩笑就不必了。你也好，旅行者也好，还有赛诺，似乎都不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。不方便透露的事不用提，我直接说重点。你们口中的执行官博士来找我，是想带走一位名叫海巴夏的学者。海巴夏？为什么那家伙会盯上他？而且带走是什么意思？他要离开须弥吗？对，他说过他马上就离开须弥返回至东了。哼，意思是你马上就要走了。是的，若非如此，我们或许可以多聊几句。我本该马上动身，临出发前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，特意绕到了禅那园来。那位学者海巴夏，是你在照看吗？愚人众的消息很准确，想来是眼线的功劳吧。海巴夏确实在我这里接受治疗。是我冒昧，你对他的治疗进展如何？听起来你有话要说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说了。我想将海巴夏带回至东国。转移病人可不是件容易事，身为学者，你总不会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吧？哦，你居然对我很不放心呢，甚至怀疑我的水准，这真的合适吗？谁让您是唯一一个提出如此要求的人呢？我自然有些手段能确保他旅途安全，另外我也可以保证海巴夏会得到最顶尖有效的治疗，我将亲自参与治疗，帮助他康复，这样如何？海巴夏出身须弥，又是教令院学者，眼下情况也还没到必须冒着转运风险将患者送去别国的程度。送他去至东，风险与收益均是未知，作为他目前治疗方案的负责人，我不可能同意这个鲁莽又无理的愚蠢提案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不了解博士，但与他交谈，我意识到他身上有一种学者特有的我不怎么喜欢的傲慢，并非趾高气扬，而是对自身能力极度自信，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我不可能把病人交给这样的人。我做好了周旋的准备，没想到他就那么直接放弃了。不过他的反应让我很在意。原来如此，当然当然，你的意见完全有道理。哼，年纪不大倒是顽固得很，真叫人有些意外的。如果是平时，我不一定会就这样放过你，但很不巧，今天我赶时间，尊贵的女皇陛下正在召集我们，所幸还有一点空闲，足够我在离开前收拾好一切。如教令院所说，你是负责任又聪慧的学者，
可惜还不够聪明。也正因如此，你这样的人总是无法意识到，人迟早要为头脑里的东西顶罪的，谁也逃不过。总觉得他在暗示什么让人不舒服的事。提出一个问题，又不在乎我怎么回答。大概，我在他眼里只是一块会说话的石头吧。他谈吐中没露出什么恶意，但那种骨子里的漠视，我感觉得出来。他心中一直在俯视别人。难以置信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情况对我们有利。我应该没遗漏任何细节。非要说的话，我不希望你们去做太危险的事。知道的多一些，做任何事都安全一些。很抱歉我们对你有所保留，即使如此你也帮助了我们，你的好意我会记在心中。没关系，我有义务这样做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这一切的起因或许也与我有关。最近老师给我写了好几封信，让我到教令院协助研究。他也不是第一次叫你到教令院任职了吧？对，但这件事有蹊跷，信件中的笔迹和口吻都尽可能模仿到位，细节却不对劲。老师有时会在信纸的背面留下一些黑点，一个点代表信写于晴天，三个点代表写于雨天，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。可最近的信上都没有这种记号，我认为或许发生了什么事。相比一直停留在化成锅的你，你更希望身处教令院的我去调查这件事，对吧？我想请你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替我打听消息，如果情况不妙就立刻撤出。可以，但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。教令院最近在筹备某个大计划，我还不清楚内幕，说不定也跟你老师有关。假如高层珍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一旦开始调查我就很难抽身了。如果事态紧迫到一定程度，我会离开教令院。看到我长时间不在院内就是信号。就这么办，我会作为接应留在化成锅。如果真到了这一步，你必须提高警惕，提防来自教令院的任何信息或要求。不过真没想到身为大风机关的你会说这种话。效忠教令院的意义不在于对贤者言听计从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倒是你作为毕业生，对教令院的疑心很重吗？老师他为人正直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我读书时就一直担心他会在职场碰壁，虽然来得太晚了些，也算是符合预期吧。原来是这样，从一开始你们就察觉到了教令院的异常。这很可能是塞诺被卷入事件的开端，那么我也要遵守诺言帮助你们。另外之后如果遇到塞诺，请帮我转告他，相信自身所见所闻。我猜现在的他需要这句话。好，我们找机会跟他说。接下来得先找到那家伙。哦，对了，多问一句，博士是从哪条路离开柴纳园的？那边。好，谢了，那我们先走一步。
根据缇娜里说的，博士要走，我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。还有那句收拾好一切，他指的是什么？这样的人永远值得多留神。保险起见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追。可是根本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我们怎么追？佣兵有佣兵的办法，我来沿途找线索，你们跟上。那位执行官再怎么小心，还是留下了痕迹。又或者，他根本没想过掩藏行踪，这也是他傲慢的一部分吗？方向没错，痕迹还很新鲜，人却已经不在附近了。看来这些人真的很赶时间。跟我想的差不多。到这里就行，我基本摸清博士的动向了。从这里一路向南就是奥摩斯港，看来他们打算去那里。去港口？他们要坐船？没错，接下来我们也去奥摩斯港。的追踪技巧，我们找对地方了。嘘，别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港口有不少鱼人众的士兵，到前面去看看吧。哎呀，这样的送别仪式才配得上我们至东执行官啊！大人要离开了，我总共才没见过他几回。快看，那里有鱼人众士兵。多亏迪西亚的追踪技巧，我们找对地方了。嘘，别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港口有不少鱼人众的士兵，到前面去看看吧。哎呀，这样的送别仪式才配得上我们至东执行官啊！大人要离开了，我总共才没见过他几回。以前我在至东本土任职。博士跟现在说话风格不太一样，或许是虚名这地方的谈吐习惯改变了他。我们在外总是如此，等大人回到至东国，说不定也要花些时间来适应那里的生活。啊，长官，你搞错了吧？不，我记性好得很，真不一样。他神色和口气都有些不同。另外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看起来，容光焕发的。一定是错觉吧？公务外出，怎么会是值得容光焕发的事？博士在那边的船上，看来没在这方面撒谎，他确实要离开须弥。再靠近点，找个隐蔽的地方观察他的状态。这里就好，能清晰地看见船上情况，应该也足够隐蔽。他看见我们了。他在跟我们打招呼，得说再见了呢。等等，船上只有他一个人。没人跟着吗？刚才港口那堆士兵哪儿去了？
几分钟前还在这里的，现在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难道我们被包围了？难道所幸还有一点空闲，足够我在离开前收拾好一切。糟了，问题很可能出在海巴夏那边，回禅纳园看看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恐怕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如果我是愚人众，也会想办法把他带走。如果我带不走，他们要杀人灭口，快走。禅纳园可不是任你们愚人众肆意妄为的地方。我想我们说得很明白了，上级已经批准我们到禅纳园搜索并取用研究所需的药草。愚人众可不是第一天到须弥了，今天才来禅纳园取药草，不觉得太刻意了吗？连大贤者都未必有资格过问愚人众的研究，更何况是您这样小小的学者。告知义务我已尽到，您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看起来各位不愿考虑我的意见，不论你们承认与否，愚人众选在这个时间到禅纳园来，要找的可不是药草吧？恕我直言，您对我们妄加揣测，将会酿成不必要的麻烦。那就只能怪你们的执行官太不加掩饰了。我在禅纳园靠的是我学者的身份，但那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巡灵官的头衔。守护那些为须弥付出的学者们不受侵扰，是我巡灵官的职责。交涉破裂了，对吗？今天也不会有人打扰你的，海巴夏。去那里，你没事吧？我没问题。这些愚人众胆子真大，看来是欠收拾。抵抗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，交出海巴夏！不可能。去那里揍他。破碎！哼！博士的命令是绝对的。啊！做别人的走狗，做出感情来了。九只鸟。失策。这样下去没完没了。旅行者，派蒙。请你们到海巴夏身边去，以免他们绕后偷袭。嗯，明白了。海巴夏还在这里，应该没人来过。怎么样？哦，没事就好。所以你们觉得事情结束了？什么？伞兵来了？
你惊慌失措的样子真叫人怀念，每次见面你好像都是这副表情。伞兵在哪里？你的心声我可是能听得一清二楚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第一次来禅那园接触海八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了。我不需要做任何事，海八下的意识能与我产生连接是他的荣幸。你在跟谁说话？不会是伞兵吧？不可能啊。你一定很好奇，不妨告诉你，这次是感觉到你的接触，我才主动选择进入海八下的意识。我来看看正在做无用功的人。喂，旅行者，你我几乎完成了神话，剩下的都是些收尾工作，明白吗？就算你们救出小吉祥草王，作为神明，我们的力量也有天壤之别。逼迫一个孩童般的神与我为敌，可不是明智之举啊。学者们视智慧之神为信仰，所以才能一边敬畏，一边实施造神计划。可这也说明人类的崇神行为兼具亵渎与神圣，未免有些可笑了。请讲。是吗？我现在心情不错，才会像这样跟你对话。你是什么？光听这些话，你就像个朋友一样关心我。但你搞错了，我和你，和你们所有人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为成神而生，迄今为止的人生，都只是无意义的过程。如同一张纸，它本身并无意义，重要的是纸上的内容。先前我所留下的，都是些痛苦的回忆，与人类无聊的情感。哼，荒谬至极，早该结束了。反而是你们这些还在挣扎的人，在我看来更有意思。世界对你而言，又有什么必须为之而战的意义？现在的我与你意识相连，能听见你的心声，自然也能感知你那颗心的韧度。看在今天聊得不错的份上，我劝你收起无谓的守护者情怀。你对真相一无所知，这是为了所有人，更是为了你自己。人类这种生物啊，无知才会幸福。是啊，我对他关爱有加，换了你，你也会这样的。他窥视我的神识，也望见我的过去，这样的他有资格被称为第一个信徒。神明需要信徒，所以海八下有幸被我选中。他的出现意味着我真正迈向神之权柄，他的敬仰将铸就我的荣光。总是怀疑我说的话，哼，无妨，
很快你就会知道你在质疑何种权威。谁要伤害这位虔诚的女性呢？博士要对我的第一位传送者下手了。真有趣，没人告诉过你吗？你不擅长挑拨离间，博士向来不知天高地厚，区区人类时至今日还想干涉心神的事，单凭那几句话就想借我的力量除掉博士，你多少有些天真，但我愿意送你礼物，就像对海巴夏一样，你能站在这里与我交谈亦是恩赐，作为我的聆听者，你可以受到褒奖。好事和坏事都能被称作礼物，这就是神的蛮横之处。见的人是伞兵，他居然能跟你聊这么久。在往哪里打雷呀？那外面的人不是很危险吗？我们快出去看看，提纳里和迪西亚还在战斗呢。撤退了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他受伤了。我没事。别动，你需要休息。我在旅团见过这种被雷劈伤的情况，得静养。被雷劈伤？就在刚才快撑不住的时候，天气突然变得很奇怪，雷电像活了一样疯狂攻击所有人，他敌我不分。幸好我们只有两个人，动作也比较灵活，躲闪还算方便。愚人众人数众多，被这么密集的雷电劈中，够惨的呢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士兵都撤退了。没关系，比起我，你的表情有些难看啊。啊，海巴夏他怎么样了？无畏，不是说了别乱动吗？以防万一，我们去海巴夏那里说。还好，他没事。你倒是关心一下自己啊。我的情况，我自己清楚。不致命，不要紧的。跟这些懂医的人打交道，心好累呢。我懂，这类人最容易逞强了。唉。突然坐下了。让我休息一会儿，旅行者。抱歉。你可以开始说了。这就是你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吗？他
他竟然会有这种想法。教令院的造神计划，岂有此理！真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些，志向远大，能这么说吗？反正我不理解这些家伙。对我来说，每天能过得心情舒畅，有酒喝，有美味佳肴吃，必要时工作一会儿，晚上睡得舒舒服服就行了。我是初入禅那园的人里最没梦想的一个。别这么说，刚才的事还没谢谢你呢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话说回来，这么多事至少证明了一点，那就是博士的确有事在身，匆忙离开了须弥。难道愚人众是为了给伞兵保密什么事，才要把他灭口？你刚才说伞兵自称海八下看到了他的过去，他的过去怎么了？你们发现了吗？伞兵对博士的行为也很不满，他不觉得博士配跟自己平起平坐呢。那如果博士出现，伞兵会不会用雷劈他？听他描述，应该会。博士离开须弥，对我们，对他，可能都是好事吧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环工作顺利完成了，博士不会干涉接下来的事，也算做了件大事呢。我也为你们高兴。缇娜里，感谢你的帮助，接下来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。好吧。好，禅那园的事告一段落，时间差不多，旅行者，我们该到大巴扎汇合了。接下来也要低调行事哦，准备完就到那里去吧。安心执行你们的计划吧，海八下这里就交给我，这点伤不会影响。好吧，还是多坐一会儿。都到齐了，如何？各自的事办得还顺利吗？依次汇报吧，从我开始好了。虚空终端的改造工作已经完成，此外，要准备的道具也都备齐了。那下一个我来。我和旅行者去了禅那园，具体情况有些复杂。缇娜里找到了，但很不幸，他在战斗中受了伤。谁干的？这个问题有点，旅行者，你觉得我该回答愚人众还是伞兵？有些波折，但我们确定博士已经登船离开须弥，他有要事在身，必须马上返回至东，所以排除博士这一目的顺利达成。另外，缇娜里已经在静养了，问题不大。嗯。对了，缇娜里托我们转告塞诺一句话，他说相信自身所见所闻。嗯，我会记得。我这里也一切顺利，渡金旅团成员现在应该已经到目的地了，未免打草惊蛇，他们会暂时留在那里，
你还真能把那么多镀金旅团的人运进须弥城啊？多亏拉赫曼他们胆量过人。此外，还有激进的战略。看来方法奏效，真为你们高兴。嗯，都说完了，那散会吧。哎，等等，这就散会了？不然呢？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说些提振士气的话？如果你问个人意见，我可能会选择回家。艾尔海森，你这个人，哎。哦，如果你是希望有人能简单讲两句，那我得说，我只负责制定计划，不是想当领头人。你得请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。你们教练院学者不都能言善道吗？容我提醒你，我的职位是书记官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呢？意思是我在会议上负责记录，一般情况下不发言。行，可以。塞尔诺看着也不是爱演讲的类型，还是让我的雇主来吧。雇主？就是旅行者，我们建立了雇佣关系哦。对，所以雇主说两句吧，就当是为了我好了。哦，快说些振奋人心的话给大家听。咦，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？呀，是尼洛。大家好，我没打扰你们吧？没有没有，一会儿正打算去找你呢。看你们几个围在一起，又是这样的严肃表情，是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，对吧？可是偶尔又有别的表情，看上去就像是你们要一起去做坏事一样。好有意思。来得正好，妮洛小姐，你有兴趣加入我们吗？哎，加入是邀请我一起讨论重要的事吗？对，至关重要。妮洛小姐，最近你的演出日程上还有空闲吗？哎，真的在邀请我吗？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你们是我见过最大胆又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须弥人了。啊，嗯嗯。啊对，还有不是须弥人却也同样厉害的旅行者和派蒙。嘿嘿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点害怕，但为了小吉祥草王大人，我愿意尝试。假如我的力量能帮到你们，就再好不过了。相信自己。嗯，明天我会拜托大巴扎的各位伙伴们一起帮忙。记得别说漏嘴哦。好的。准备工作结束，这下可以散会了吧？想好说什么了吗，雇主？对，计划很伟大，我们也很厉害。嗯，确实没错。重要行动前一晚休息的如何，关系到成败。嗯，还好最近只有我在家，很清静。哎，没什么。那我们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点起床。好，所以现在要提前说吗？大家晚安。我觉得可以哦，那就晚安了。